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，师父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佛法。我用白话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人啊，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心住在烦恼当中？已经发生了，你硬把这个心放在烦恼当中，你就会越来越烦恼。 所以，菩萨不住无为啊，啊，菩萨不住无为。什么叫不住无为的道理啊？啊，就是菩萨的心理呀、啊，啊，就是我今天去做这个事情，我肯定是无为的，就是没有目的的去做的。你做的没有目的的事情，你根本不把这些无为的事情放在心中。 就是菩萨今天去帮助别人了，哎呀，别人都很感恩你，说哎呀，你做的是菩萨的道啊，你在帮助别人呐、啊，你在救度众生啊。说没有啊，跟大家一样啊，我只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啊。你菩萨的思维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就是不住啊，不住无为，连你做好事，你都根本没认为自己做好事，你就是得道了，你就是正的涅槃了呀。 所以很多人不懂什么叫涅槃，啊，因为你不住在你所拥有的这个境界当中，你就是超脱这个境界，就是涅槃。所以要懂得，你今天做了好事，我离开做好事的境界；我今天有烦恼，离开烦恼；啊，今天我得到了，离开得到，因为一切都是虚幻。 所以要学空，啊，学空。佛教界讲学空，就是不以空为正，啊，不以空为正，啊，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正，啊，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正。我讲这个你们肯定听不懂啊，是不会给你们解释的。 就是学空，就是什么，要学习空相、空性。你比方说，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它会过去了。过去了是不是空了？这件事情在一年前有吗？有的。你今天这件事情已经过了，你是不是已经空了？那像我们很多啊小朋友，过去是在读书的阶段。 那你读书结束了，你是不是现在要进入成年人的阶段？那么你读书阶段，你就叫空性。所以叫你们学习一切要空，因为它既然过去了，就是无相了，你也没有作为了，因为你已经不读书了，所以你也不要到再到学校去有所作为了。啊，所以你这样就是师傅上一集跟大家讲的。 叫三解脱，啊，三个解脱，空就是一切本空。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，这个世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。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走的时候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，所以来也空，去也空，一切本空。 所以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借给你的，是你借来的。哪件事情是你真的是你的？所以，法师两袖清风。他们学习，因为在人间是个过程，我不会永远在人间，在人间是借假修真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不执着人间的所有东西。 因为我知道这是空的，就是师傅跟你们讲的。你们如果去旅游到一个岛上，很美丽，给你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缺个这个，缺个那个。”如果你把家里全部布置好了，这个买好了，那个买好了，你可能没几天你就要离开了这个岛了，因为这个不是你真正的家。呀。 我们到了人间，眼睛一眨就是几十年，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呀！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懂得这个世界一切本来就是空的，所以就叫学空啊，学习空性啊，要学佛以空为基础啊，你学佛都要以空为基础，就是学佛。 你今天学了吗？学了，学了之后不要高傲，不要骄傲，因为学了之后进入你的八识田中之后也空了，给你学好了，没了，结束了，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了，然后你这个意识就怎么生活了？所以一切都是空的，无相就是不着相。人家说：“哎呦，你今天呐、啊、是啊是一个博士啊，是一个教授啊。” 如果你到了老年痴呆了，你什么都记不住，你是个什么教授啊？你一切都忘了，你不要去着想你今天是谁？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本空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不要被现象所欺骗。所以人好面子就是在现象当中啊，因为你看到的人间，你以为这是真的，看到那个也是真的。 实际上你被他骗了，因为真正的活在世界上是空性的啊，所以菩萨叫我们无做，就做而不做呀。你好像做过了，实际上你像没做过一样。想一想，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是不是做过了？现在你想得起来吗？你做过吗？做过像没有做过一样。你们小时候生过气吗？生过，曾经有很大的气。 生过了，现在像没生过一样。你们小时候开一个 party，或者曾经有一个 birthday 生日 party，哎呀，爸爸妈妈帮你叫了很多人来，那一天你在这里打扮的很漂亮，大家都鼓掌啊，吃蛋糕啊，开心的不得了，过了吗？坐而无坐呀。你现在想起来就像没做过一样啊。这就是菩萨让我们看到的本，一切行为就是。 用现代话讲，就是过了就算了，过了就没了。也就是叫我们懂得，你无愿没有带来什么愿望，你也带不走什么愿望，因为一切都是空、无相、无作。这就是大乘佛法的三解脱门呐、啊。嗯、所以，师父告诉你们。 啊，我们求菩萨也要懂得解脱呀，啊，你说我们曾经啊，经常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哎呀，观世音菩萨，你有求必应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要记住啊，你有求菩萨可以必应，但是问题你自己的能量，你自己的功德，菩萨听得到听不到。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求菩萨，你能够求到有求必应，一定伴随着一个附加的条件，那就是心诚则灵。如果你今天心不诚，你不诚恳，啊，你投机的观念来学佛，你一定得不到真正的回报，你只是为某一件事情来求。 为某一件事情，你完全靠菩萨，而不用自己真正的学佛的心来配合他，你是绝对不会灵验的啊！所以很多人的心没有道。所以我们懂得菩萨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人这个求愿呐、啊，那个求愿呐、啊。 然后自己的功德不够啊，自己的愿力不够啊，只是为某一个事情而求。啊，你自己身上的业障这么重，你还怪菩萨？你天天许愿，要求愿力，求到后来你就变成怨了。那、啊、菩萨抱怨了，啊，不是那个怨了，变成抱怨了。啊，菩萨你怎么不灵啊？啊。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要学会懂得空性，懂得空无相无作，那你就什么都放下来了。我今天求什么，我知道是空的，但是我求了，我自己的心用进去了，我得到的也是暂时的解决人间的东西，因为最后还是离开这个世界的。 所以这个不是你真正的要需要的东西，也是一个空性的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佛就告诉我们，要修学空，不要以空为证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我空了。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已经想通了，我完全想空了，你不要去相信他，因为他执着在这个空上面。 啊，觉得我是证得了空性了，因为没有空啊！你真正证得空性的人，连这个空都没有了。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，啊，我根本不跟你们争的，啊，这样东西你们去争好了，我根本不要的，我想都不想他。你说他在想吗？他心中就在想这件事情，大家都在争。 他嘴巴里还说：“我才不要呢，我才不想这件事情。”但是，他心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没有，啊，真正的空下来。所以，师父要你们修学无相无作，就是不要被佛相，什么事情不要盯住这件事情，什么事情要放下来，你才真的空心。你因为知道空了，你要学佛当中要绝对不入空。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空的，我不入空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人间是无常的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不进入这个无常当中。啊，你说有很多人说无所谓的啦，人生苦短呐，所以我根本无所谓的，你给我也好，不给我也好，你这个入空了，因为你还是觉得我。 不露空，实际上你露空了，这就是师父讲的佛法的哲理。你的意识还在里边呢，就像师父经常做心理辅导，跟有些啊这个患者跟他们讲了，他说了：“哎呀，我早就放下了，我才不在乎呢。他离开我就离开我，我一点都不痛苦啊。我真的，我就不回他信，啊，我也不想他。” 啊，我一天我就怎么怎么？你说他讲到现在，他全是讲的这个男孩子，你说他是不是路空了？嘴巴里说不空，实际上心中全是进入了空性，啊，空了。我们又不能完全空，叫完空也不行，因为完全空了之后，谁去救这个世界啊？谁去渡人呐、啊？如果你不借假修真，你大成菩萨。 怎么能够体验到他入世行善？天上下来的菩萨，个个都要入世来行善，来救度众生的。啊，你说我们虽然要空，但是我们要入世行善，所以要修学无起。什么叫无起？不以无起为正。无起就是我们虽然在空性当中。 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入世行善，我们在空性当中也是要行善，要去救度众生。实际上还是在空性当中，但是不入空，也没有完全离开空。这个就是哲学。无起就是不动心了、啊，啊，无起就是我们不以无起为正。 你不动心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想动心的事情。我要去救人呐、啊，啊，我今天啊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我已经许过愿了，我就是要救度有缘众生啊。你还是有起呀、啊，因为你有启动你的心念所以学佛学到最后，要能够不动心，当然最好啊。你积极的去行善。 每一天都是找很多的善事去做功德，但是你不能动这个心为究竟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去为了行善、为了做某件事情为目的的去做，你不能为了这个究竟作为究竟最后。所以佛法真的讲到后来，非常非常的难。 就是起心动念都是业，你今天动了一个善念了，你上天了；你动了一个恶念，你下地狱了。那么很多人说，为什么师傅你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随便起心动念？这就是要想到空性呀、啊。你想到了每一件事情，你做了之后，最后归空，你就不会再去感觉到我在法施，我在布施。 你能善分别诸法相，啊，因为你空性，你等于离开了。比方说两个人在吵架，你离开了两个人之后，那你的诸法空相，你所有看到的这两个人所做的一切的行为、思维和语言，你都知道这是空的，待会儿就没了。你这样，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。 原来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都是因果，你不入因果，但是他们入了因果。如果你说谁对谁错，你就进入了人间这个是非的因果。你说这个人是了，那么那个人就是非了，就是不对了。你心中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了，有个是，那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非，所以不入因果。 那才是第一义，所以我们要正得菩萨的道果，我们要学习持戒、修定，啊，要懂得成佛第一要没有妄念，没有烦恼，而且要空性，啊，但是又不能执着于空性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成了佛的人，他。 还动不动念头啊？他没念头了，他已经是佛了。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佛言佛语啊，他做的什么事情都是佛的行为啊，佛的智慧啊。他根本用不着再去想啊，我是佛或者我不是佛或者我要做佛的事情，因为我是佛。就像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好人，我要做好事啊。 我今天是个模范，劳动模范，我必须要做模范的事情啊。那你还是在模范当中执着这个模范，还没有完全空。你要真正的放下，你知道自己是模范，而且你已经忘记自己是模范，你反正看见模范应该做的事情，去帮助别人你就去做。所以能善分别啊，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情。 是善和恶，你能分别它，实际上你还是心中有分别。要无分别，你才能善于分别一切法相啊！分别一切法相，就是你要离开别人的争吵当中，你才知道他们的争吵实际上在因果中。所以我们要离开，离开就是靠空啊，靠不着相啊。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到现在，就是要你们懂得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做了要像无做一样，不着相，对这个世界用禅定的心来看穿，它完全都是一种禅定所产生出来的虚幻之相。你慢慢的就知道什么叫空了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你把。 这个世界，佛法的思维，佛法的第一义理，完全能够明白了。你完全能够脱离这个空相，你不但空了，还要脱离这个空相，那你就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。